就不买猪肉加工食品就好了，就是这样。真的会确实影响到您购买猪肉加工食品？一定会啊，一定会，对啊。是大品牌的那一种。其实有疑虑的。对。我觉得真的、啊、除非真的是比如说温体猪肉或什么，对，那你说大品牌，我们大品牌，台湾很多大品牌都出过问题啊，所以你说多大的品牌就会一定是 OK 的。那政府的把关是最没有公信力的把关。重点新闻不会消失，只会更强大。